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常听师长有提到啊，世间好话啊，圣贤佛菩萨说尽了。那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呢，能得到儒释道啊这些佛菩萨圣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开卷有益呀，你把这些宝贵的书一打开啊，读一段有一段的受用，会觉得哎呀，老祖宗怎么把道理讲得这么深入，这么透彻。所以我们看呢，师长提到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师长说我每一次看方教授的桌上都有佛书，很认真学的啊，我们看李炳南老师的照片啊，拿着书在看啊，他二十五史就在他的后面，都是非常好学呀，好学近乎智。哎，有没有哪一位仁者啊？您最近看经典，看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教诲啊，你看了之后觉得哎呀，拍案叫绝啊，然后这个余音绕梁啊，三月不绝于耳，教诲一直在你的心里啊回荡。哦，有没有要分享的？什么事情啊，都离不开因果啊，世上不离因果啊。所以老法师常常强调，财布施得财富，在修因得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当然，诸位老师每天都在做法布施啊。上了讲台就是法布施了，但多多益善啊！这讲台上是个法布施的机会，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共学也是法布施的机会。那当然，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啊。这个承德的母亲啊，教书教了一辈子。30多年了，可是你叫他在大成年人的面前讲话，他一句也讲不出来。哦，这个给小朋友上课上了30多年的讲台了，所以这个也不能分别啊，跟小孩讲话，跟大人平等平等啊，这样就能入不二法门了啊！不去分别，不去执着，有没有哪一位仁者愿意跟大家分享你这个礼拜看的哪一段教诲？
大家要练因无所住啊！啊，我现在把球抛给大家，大家不要啊，愣住了啊，愣住了也是执着啊，静下心来，回想回想。好啊，当然，大家没反应的时候，我也不能执着啊，就逼大家了，那就变执着了。哦，所以我们讲别人很容易啊，但是要常常看自己啊。所以我印象中啊，我们当时候都要去参加一些培训啊，好像一个学期你得参加哪些课程啊？每一次还要上完，还要发那个研习时数条，一条一条的，是吗？哦，这个是教育当局规定的啊，都得去上。结果去上课的时候啊，上面的台上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大家有没有问题呀？这个我们在台下的头都低下来，可是换个角度想呢，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对着小朋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人问，自己坐在底下的时候呢，中了这个因了就感这个种因得果啊。自己在台下的时候都不发问啊，结果啊自己上了讲台了，得到了这个结果，学生也都不问了，什么事情都在因果相续啊，老和尚说的因果转变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啊，这三句话不能当知识背哦，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种因啊！我们今天希望学生好学，我得先种因我是老和尚的学生呢，我得积极学他老人家的教诲，种这个因，才能感得学生好学好，我们有请黄老师他举手了他是很喜欢做法布施的我每一次上完课，他太厉害，他都是速记把重点都发给大家了有请。敬爱的法师跟同修大德，各位好。刚才承接就是法师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开示，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给学生做一个好榜样，然后刚好是。今天刚好是我们学校的这一个，就是我目前任教在新竹学校的亲师家长会。然后我去参加亲师家长会之前呢，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心安定一点，于是我就念了佛号，然后还有看这个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宝本，然后我就读到了疑问品第三，就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泽孝养父母，义泽上下相连，让泽尊卑和睦，忍泽众恶如轩。就是念到若能装怒出火，淤泥地生红颜，然后苦口必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期内飞行，日用常行劳逸，尘道非有痴钱，菩提指向清净，何劳向外求全。听说以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然后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很感动。然后想说，因为我任教的孩子们是9年级，他们在70几天就要参加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考。然后就是亲师家长有任教了3个班级，那我本身是这个国文科专业的，那国文科在会考的笔试当中又是非常糟糕，就第一个笔试。他有几个家会影响到他未来填志愿的升学量很大的影响，那家长对我的这个重点关注就特别多，然后纷纷想要请教，就说怎么让他孩子的什么成绩提升啊？因为大家都很着急，然后想说
急需要还贷，然后我就笑笑跟他们说，就是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就是要懂得去赏识他。然后因为他们就有家长提到，就说他们孩子刷题目的题目量不够多，然后去什么坊间买一堆在他那参考物，孩子学太简单，是不是有问题？我说你孩子没有问题，你孩子程度很好，一定没问题的。他有问题可以跟我来讨论嘛。然后我就在这个现场的场合当中，就感受到，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佛法有学之后，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时候刚开始，家长是对我就是脸交叉、手交叉、脚交叉，很多防备心看着我。可到后来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家长就是对有点拈花微笑，然后他对我鼓鼓掌，就是会比较放心，就是说可能把孩子交给我。我想说，这就是可能近期都是读佛法，就是要把它使用在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体悟，然后在此跟同学大哥们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黄老师啊，您看了哪些经文？你把它用出来的体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哦，那对不起，题目就是那个恩泽孝养父母，义泽上下相宜，就是这个题目，就是我前阵子就是过我的生辰，然后跟我妹妹也过生辰，然后我就突然很感谢父母，就是把我们诞生在世上，然后我就是跟同学说，你要体恤你的父母亲，可能他们最近会催逼你有关成绩的一些部分，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为了你好。然后就是希望学生去想父母亲对他的这些用心，其实并不是要他成绩提升，而是希望是说孩子以后有好的一个学校、好志愿去可以填。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就是跟孩子，我总是说让他们去跟，要去体恤父母亲的心。那我不知道他们有听不进去，但是至少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他们的心有比自己还要平一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躁。就是我感受到。我不管三个任教班，其中两个任教班的那个读书风气，或者是积极度有比较提升，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多跟他们分享，是说要去感谢父母亲的一些辛劳，他们有去，就是饮水思源比较万能吧。所以他们在读书的时候，但至少在读国文这一科的时候，我是感受到他们是有 比较听得进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老师跟我讲的这个题目，还是我偏题了。就变成自我发挥比较多，对，没不有好意思，谢谢大家。啊，谢谢黄老师哈，一点都没偏题哈，真的吗？首先您一有时间呢、啊、就读经典，呵呵，开卷有益啊，我们体会体会刚刚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还有教孩子做人做事，很精辟的啊。心平何劳持戒，心直何用修禅？那个佛法重实质啊，所有的修行啊，都是为了修这一颗心啊，修出真心来呀、啊。而真心它是会起作用的。它就起作用了，恩泽孝养父母啊，承德自己感受啊，求学的过程，我们是很需要这种精神食粮啊，活在那个年代，训练训练都变考试机器了，老师一提到这些做人做事啊。真的像甘露水一样，这是我自己回想的。老师讲的那些做人的话，我都不会忘记。所以学生是愿意学这个的。啊，就像承德，记得我05年在北京待了快1年的时间呢，啊，去了好多大学演讲啊。当时我记得我到大学去，一些负责的主管，哎呀，现在大学生呢，听不到20分钟就不专心了。
但是我们真的去讲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是全神贯注。我去大学演讲啊，还没有看到学生不愿意学的，因为我们讲的是老祖宗这些心性的学问，啊，是跟他们现在家庭情况啊、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他一学就能用，哦，所以我们老是能体会到，他们是很需要的话，那就会见缝插针了，啊，而且心是根本的，啊，他的心能提起孝心呢，哎，念父母的恩呢。那他的学习状态就会很好了，他有动力了，啊，而且他的身心是更安定的，所以我们要从根本呢，从心把孩子的学习动力带动起来，啊，当然一些学习的方法啊，啊，这些当然都是要教的啊。但是这个根本的动力恩泽孝养父母啊，父母跟老师最重要的配合啊，老师要教孝顺父母啊，父母要教尊重老师啊，啊，益泽上下相连啊，这个我们黄老师有表法出来啊。啊，他跟学生也是上下，哦，他能去体会到学生现在的心情啊、难处啊，他就会去疏解他们的心情啊，啊，给他们适时的鼓励呀、肯定啊，啊，让则尊卑和睦，家庭团体里面相处，礼让、忍让、谦让啊。啊，忍则众恶无宣。一个巴掌拍不响了，我们能忍住，不发脾气了，啊，不还嘴了，啊，不忍我是非了，众恶无宣了。啊，若能钻木出火啊，淤泥定生红莲呢。哎，这两句话完了之后。啊，我们要问自己啊，最近念佛念了多少？啊，要下顿功夫啊！啊，承德最近啊一直在体会啊，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要把念佛啊，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啊当唯一。但是要把念佛当第一，因为心是根本。一个老师，他的心很安定的时候，他会信手拈来，都是教材，他可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他的心是安定的，他的心。是充满爱的，哎，他的教学状态就是这样。可是当他今天心情不好了，啊，妄念很多了，杂念很多了，他就不能有这样的展现了。哦，所以教书心的状态要给他保持好。那，哎，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他讲的很有教育的敏感度啊，比方说吃一个饭，首先呢，吃饭不要挑食，不是你到饭店去挑东挑西的，
一个吃饭里面有多少个机会教育点？你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也没有，甚至吃饭的时候还骂人，七不责啊，七不责啊，吃饭前不能骂人，一骂人，他肠胃消化不良了。愧悔不责，他已经觉得很惭愧了。这个时候不要再骂他了。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不要责，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不要责，包含睡前不要责，不然他噩梦连连了。你甚至于在众人面前不要责，因为他有面子。归过于失事，所以对饮食勿拣择还有这个或饮食或坐走啊，长者先，幼者后啊，他有礼貌了，他懂得长辈先吃，甚至于在摆菜的时候，好吃的难得的食物。摆在爷爷奶奶面前呢，摆在客人面前，摆在长者的面前，而不是他自己拿到前面来吃啊。包含，等着大家都到了一起吃，这对大家的尊重啊。还陈访白犬呢，陈访家里13代都住在一起了。每一次吃饭，一定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到了，开始吃。饿也不可能饿那两三分钟就饿扁了，是吧？互相尊重，都会等着对方。后来陈访家里养了100条狗啊，这100条狗也都是都到了。他们才开始吃啊！你看这个礼敬这个家风呢，影响到狗了。那还有吃完了，我也是家里的一员要帮忙收拾这些碗筷啊。擦好桌子家庭如此，学校通通是如此你看一个吃饭多少教育点？你看佛门要吃饭，要用菩提心吃饭，要感恩心就是菩提心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十存五官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存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吃饭不能增长贪心，增长感恩心正视良药，未疗行哭，提醒孩子，我们有一个病叫肚子饿，这个病到极乐世界去就没有了。而且呢，你自己的精神境界越高，这个病就越轻了，你就越吃越少了，吃两餐就好了，李炳南老师的功夫吃一餐就好了，还有阿罗汉的功夫7天吃一餐呢，毗湿佛的功夫15天吃一餐呢。都可以引导学生的，未成道业，应受此食，你看学校这么多厨房的长辈，大粒瓜、小粒瓜这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再给我们准备美食我们今天不认真读书就太辜负这些长辈了。老师一静下来，
处处留心啊，都有教材啊。啊，那老师的心是根本的，那心要随时在正念，随时平静。那你不念佛，还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更好啦？所以念佛啊，要摆第一啦。啊，我们当老师要摆第一啊，当父母也要摆第一啊。啊，你的心非常安定，你才能够去感染孩子啊。啊，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能引导他呢。而谈到教育啊。家庭教育是根本的，啊，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谈哦。刚刚这一段话，啊，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所以得钻木出火，不能懈怠哦，啊，不能有一搭没一搭，要精进啊，不能间断，才能出火哦。念出智慧来哦，烦恼轻，智慧长这个都要下顿功夫的啊，这个发矢中地呀，啊，一个人射箭。射中靶心啊，原非一发之功啊！磨杵作针，岂是战磨之力呀、啊？你要把杵磨成针呢、啊，哪有磨一下就变成针呢、啊？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呢、啊。所以一般我们。修学啊，都要有定课，定课就没有间断，每天都有念佛，每天都有读经典。你不间断呢、啊，那个力量才能出来。你有一天没一天，这功夫都大打折扣了。啊，那当然自己也是比较容易。懈怠所以感谢大家啊，有排了跟大家一起交流啊，一起念佛的时间呢，那我就不能东摸西摸了，时间到，赶快要上来跟大家交流了啊，赶快要跟着大家一起念佛了，总要找一些方法对治自己的懈怠。那你看，六祖这一段话就字字珠玑呀，苦口敌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这两句话是孩子一生的成败，因为当局者迷，他得接受旁观者的提醒。那我们要教育他有这个接受别人劝谏的态度嘛？啊，我们老师得把身教先展现给孩子看的。哦，那我们假如在课程当中，啊，我爸爸曾经提醒我什么？哦，我哪个朋友提醒我什么？哇，真是给我当头一棒啊！哇，我的师父净空老和尚给我提醒什么？太重要了啊！没有他这个提醒啊，我人生现在都不知道是啥样。你看，我们就展现那个接受老师、接受他人、接受古圣先贤的忠言啊，包含。同学之间互相规劝，很难得，
你一知道了，你就赞叹这个学生。慢慢的，这个闻欲恐无过心啊，就变成这个班级的班风了。这个身教、言教、境教，都是靠老师来经营出来的。哦，所以每一句都可以是身教、言教、境教啊！啊，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过能改归于无啊，倘掩饰就真一孤了。好，哦，所以这个很好。这个请我们黄老师分享啊，可谓一箭双雕啊！啊，本来是说分享一段教诲啊，哎，他连他教学的领悟啊都分享出来了。啊，我本来还等一下要邀请说，哎，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啊，你最近教学很有喜悦啊？啊，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啊，我们小时候啊。啊，不能说我们啊，我小的时候啊，哦，我看很多老师比较年轻的啊，我们都看过一个广告啊，叫好朋友，哎，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这个是博朗咖啡是吧？哎，这句话很好啊，对。啊，一和同乐，我们修六和敬啊。啊，你教的很有法喜，你分享出来，大家一定会产生共鸣。啊，因为我最近呢生意很不好，这个都没有收到这个心得分享但是呢，我能理解。大家应该是有很多心得，但是任务太重，真的都没有时间写这个教学任务确实不轻松。好，没关系，大家有空再写。我 而且不用写长，哪怕是一个教学的情境，让自己非常欣慰，非常有法喜这个都可以的啊，哪怕是有100个字、50个字，都好那我们刚刚说开卷有益最近我们这个赵小龙老师这个有机会啊，就跟我们分享这个训俗仪规这个师长老人家有说过啊。五种仪规跟群书之要啊，平等一样重要。这两套都是宝书啊。我们看五种仪规，第一个养正，这是就根本。天下有真教术，师有真人才。教术之端至履向始，而人才之成至儿童始。你得从小教啊，而且要教对方法内容。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就根本。教女仪规，天下太平。女人家操之一大半，所以教女仪规是根本。我们上一次提到“稻盛和夫”，这个在企业界第一把交椅了。他成功为什么？都是他母亲小时候教他的做人做事啊。身为人，
孰为重要？人应该秉持怎样的做人标准？对他影响最大的。所以哪一个地区女性最重视家庭，这一个地区就出人才了。兴衰呀，都看得出来呀。你看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都把赚钱摆第一，看下一代的素质啊，快速下降。我们现在看在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开发，现在家庭里面最头痛的是什么问题？小孩教育问题。你说这样的财富能让自己的身心安定吗？你看着你有房子。有储蓄，可是看着你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你心能安吗？所以这一套书啊，也要大力弘扬啊，训俗仪规，社会风俗影响着每一个人。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邻里乡党互相帮助。婚丧喜庆，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人家在那里忙，不可能的，心都不安，那就是无形的敬教、训俗仪规，整个风俗，还有从政仪规。一方的父母官呢，就影响一地方的人。最近这个我们一位同仁他是印尼人他们的总统叫佐科总统勤政爱民啊。常常看到路边有百姓聚在那里抗议他自己还走下来去跟百姓们沟通，很得百姓的爱戴真正为百姓考虑在问候百姓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伊斯兰教的。祝福了，其他宗教的也都讲出来。他心在百姓呢，他能理解百姓的心情，是吧？你看他用一个佛教的祝福出来了，所有佛弟子都悦了。尽其父则子悦，尽其兄则弟悦，尽其君则臣悦，尽其。宗教则宗教徒悦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官员好，一个领导者好，那真的是百姓的福报了。还把总统整个过程拍成电影了，最重要的拍出什么？拍出总统的父亲是怎么教他的？家庭教育是根本所以这个从政仪规啊，在官法戒律啊，很重要。那刚好我也是听赵小龙老师他。分享，其中有讲到一段教子功夫，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好，
社会才会好。好，那家庭里面智要没落交织，你下一代好了才有未来啊。交子功夫，你看这些世间好话，圣贤人说尽了啊。第一在齐家，第二在择师。可是现在好多家长呢，第一在找学校、找老师，没有把齐家摆第一位了。知所先后，择敬道矣。君子务本，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忽略掉。你看这里分析了，若不能齐家，择其子自孩童以来，从小成长过来啊，他的爱憎贫孝，必有不能一轨于正则已。他的存心，甚至于他的举止，一颦一笑，你父母都没有给他好的示范呢。啊，你比方讲话轻声细语啊，你不要一讲话哇，像骂人一样啊。啊，这个我都见过啊，去同学家，哇，他们家各个人讲话，真的像吵架一样啊。他们自己没感觉了，所以他太多习惯在家庭里都养成了，他就没有在正道上了。虽有良师啊，化毁亦难了，要教导他，挺难的。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夫妻相处啊，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呀、啊；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呐、啊；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君臣有政就社会安定了。要从家庭延伸出去的。今天刚好看了一个短视频。这个是有关教育的，啊，是我们，哎，澳洲晋中学院，啊，我们悟性法师发给我哦，他照顾师父上人呢，尽心竭力呀，啊，不分昼夜，啊，我看到他照顾师父上人，我也是非常感激，也是很敬佩他。其中一个短视频讲到了孩子的幸福感，就在父母的和谐当中体现出来。哎，举了几个场景，很好啊。当丈夫开错路了，太太怎么讲？啊？刚好看到我们不能看到的风景，请问大家，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在我们自己夫妻相处当中呈现出来啊？哦，还是先生开错，你怎么搞的？一骂骂个不停，哎，当吃饭时间到了。结果发现太太呢，这个煮饭的按钮没有按下去。先生怎么接啊？先生一接，你搞什么东西？哇，你看那个家里的氛围啊，就低气压了。啊，假如这个先生一接，哎呀，我们刚好也很想吃面包，没问题，我出去买一下就好了。夫妻的相处之道啊，这也是忠恕之道啊，随时都能包容对方的情况。孔子之道，
中述而已呢。你儒家《四库全书》教什么？教这两个字啊。那这两个字要体现在哪？体现在我们夫妻的相处上啊。你的孩子就学到了，第一是齐家。面对家庭的困难呢，夫妻都是团结的，没有互相指责。你看，都是你搞成这样的，都是一起面对问题，甚至会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揽。哎，是我不对，贤人真罪呀，愚人真理呀。家庭当中一出什么情况，都是真罪啊，是我的问题。各自责啊，天经地义；各相责，天翻地覆啊！哦，所以你看，古人这些话都是人生成败的关键呢。开卷有益是真的啊，这些都是古人人生的智慧心血，而且还透过陈洪模先生呢，把它汇在一起呀、啊。你看他挑了多少资料啊，把这些最难得的挑出来，而且还挑精华给我们看的，这都是我们的福报啊！每天。读2页、3页，哇，这个受益无穷啊！看下一句讲了，古人云：“教孝，余位啊，亦当教此。”啊，我们看到这个“余”字啊，就很感动了。这么有学问的人都怎么称自己啊？余。啊，我们从字里面可以体会到古人的修养啊。只要我们的心静下来，神教古人呢，啊，我们一看到印光祖师的墨宝，落款常惭愧身，哇，一看，哎呀，我假如不惭愧，这个愧对应祖。给我们的表演呢、啊，他都是开悟的圣僧呢、啊，他都还常惭愧啊，哦，还给我们教诲，静坐常思己过啊，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呢、所以真的，风言展书读啊，古道照颜色啊。我看写下来这些名言警句的圣哲人呢，现在最少都在天界以上了，说不定有一些都在极乐世界。你一看他留下来的东西，马上那个加持就到了，进一步要帮他弘扬、发扬光大。你不能只强调教孝啊，你也要强调。要持，而且持者，所以至孝之本也。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你父母慈爱，孩子从小得到你的爱，他本有的孝心自然就引发出来了。他想去报你的恩呢。你一个领导者，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啊，像我很年轻进了一个单位，战战兢兢啊，哎，结果我的主管，很体恤我，健康啊，工作上啊，都非常体恤啊，哎，我进一个新单位，战战兢兢啊，哎，结果遇到这样的主管。啊，整个心啊，
很安定啊。啊，我记得当初跟我一位当初结拜的大哥大我12岁呀、啊，我跟他讲到我的主管，讲到我流泪了。他说：“我得找个时间去见你的主管了。”哦，哎，他真的还去拜访了我的主管啊，军人。成自然就中所以孔子也说啊，《论语》里面讲到了，因为季康子问了，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啊？这个季康子啊，可能呢，太会要求别人。所以孔子跟他对好几次话，都提醒他：你要先回到要求自己。比方说，他说了：“以杀无道，就有道，何如啊？”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他都是向外去求，去要求，所以孔子，他希望百姓恭敬他。孔子说：“临之以庄，你面对百姓的时候很庄重，他自然就尊重你了。孝慈则忠啊。”你要让他忠，你要先教他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而且你要慈，你君仁慈了，臣会忠啊，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了。其实你说这一句话，我们当老师不是一样吗？当领导。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我们当老师也是一样的。要学生尊重我们，我们自己要先庄重。你老师穿个内这个像这个我们男孩子穿个这个叫什么吊带的穿上去了，你说学生怎么尊重你啊？你当老师穿个短裤，穿个拖鞋，这临之以庄，则敬嘛。孝慈则忠。你真的教孩子孝顺，他那个感恩心一起来了，他对父母会感恩，他也会感恩老师啊。父母给他生命了，老师给他慧命了，那百善孝为先呢？他这个孝心开了，他的善根就开了。念恩心一开，那老师每天陪他学习，教导他，他可怎么可能不感那举善而教不能，我们班级里面就可以是这样的班风了。把好的表扬出。出来，大家跟他学习。哪一个同学比较弱的，我们去多帮助他，大家的爱心就带动起来就每一句经文呢，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庭跟工作的本分上面。接着讲了，于。见人家，他看很多的家庭，竟有中才子弟，就这些孩子的素质啊，都算是中才的，却因父母不慈，父母不慈爱，不用心教，不陪伴，甚至父母脾气又大。打入不孝一边呢，
就是中财的孩子，最后变成不孝之徒了，看了心痛啊，没有好好培养他呢。所以后面举了个历史典故啊，欲完淫，完淫就是大顺的父亲啊，淫啊。遇到这样的父亲，儿臣抵御者，抵御就是还能欢喜，啊，还能不抱怨，继续尽孝。古今至大顺后啊，能有几人呢？啊，虽然大顺是24孝之首啊，但是有几个能做到像大顺这样，遇到这样的父亲，他还这么孝顺？所以啊，按照五伦的因缘来讲啊，应该是父母带动孩子的善根呢、啊，领导带动下属的善根，丈夫带动太太的善根呢、兄长带动弟弟的善根，你从因缘形式来讲，这是更容易的。你处在比较尊位的话，哦，当然这里补充啊，男女平等，哦，这个时代讲话呀特别小心啊。现在这个你不讲男女平等哦，人家会抗议的哦。但是那个平等最重要是互相尊重啊，啊，也不是齐头式的平等哦，因为男女的特质本来就不一样啊。是吧？你搬重的东西，有没有人在搬重的东西的时候喊男女平等呢、啊？那他肯定会被人家骂。好啊，其实古人这些话都有人情世理在里面，啊，都有厚道在里面。好。那个啊，谢谢黄老师这样我们在这个一条龙的平台互相探讨、互相交流那我们上一次啊，一起学习到《弟子规》前四句今天呢，我们进入。底下的经文，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这些教诲是养父母之身呢，照顾好父母的生活，前面两句呢，照顾父母的身体。尽心尽力啊！好，我们古代有榜样，叫黄香温席这两句这前面两句"冬则温，夏则静"是黄香晨则省，昏则定"是周文王孝顺他的父亲王绩。哦，那承德，我们蔡氏啊，是周文王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呢，要传承祖先的美德，这是我们的本分哦。所以《孝经》开头第一段开宗明义章，结尾。孔子赢了，无念而祖欲修厥德《诗经》里面讲了，我们要念着祖先，要把他们的德行承传下来。诸位老师
一定要教学生呢，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要让孩子们都认祖归宗，最好能他们回去呀，找到他们的族谱。族谱没找到也没关系，查他姓氏源流，他就可以查出他有哪一些留名青史的祖先呢。这个会让一个人呢很有使命责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程里面分享杨震，杨震四肢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怎么会没人知呢？所以杨氏后代称氏之堂。好，我敢跟大家保证，你们的学生里面一定有姓杨的，这个是大姓啊。当时候呢，陈德分享完了，后来有一个同仁，他姓杨啊。他就听完之后啊，他就分享心得，讲到说：“哇，我的祖先这么有德啊！”他流眼泪呀、啊。哇，这个同仁后来哇，那承担呢、啊、传统文化的工作啊，那真是尽心竭力呀、啊，都是我要叫他去睡觉啊。不然都干到忘了时间了。你看他效法他的祖先之德。当我们老师啊，把孩子们的祖先之德介绍给啊，这个讲解给孩子听了，我敢跟大家保证，他们的祖先就变成你的护法神了。一定起感应道交的。老和尚曾经讲了，我们的祖先是最爱后代子孙的，这是真实不虚的。不然怎么会有汉字？怎么会有文言文？怎么会有四库全书啊？啊！陈德当时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服务啊，我们有办祭祖，我们单位里面最多的就是黄姓，好几个同仁，好像有五六个。结果后来在祭祖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黄姓的同仁，他很虔诚哦，自诚感通啊，就看到黄香。坐在台上接受他们礼拜而且都有祭品嘛，来接受祖先的供养，这个子孙的供养真的都能感动的哦。那。晨则省，昏则定啊，这个是文王，他一天三次问候自己的父亲，叫关心父亲睡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体恤备至啊，所以周朝有800多年的国祚啊，这个都跟。他以孝给他的子孙呢，树立榜样，有最直接的关系的。好，这个好像刚刚有一位老师举手啊，施嘉玲老师啊，哎，有请啊。啊，这么难得，大家愿意分享啊。
法师以及各位老师，然后以及各位护法，大家吉祥，有点紧张啊，因为我最近都在听，法师讲的以前的那个太上感应篇，所以每次听就是都会念一下，每天就是要持之以恒，那就是太上感应篇，他那个。有点紧张，他就是祸福不能为人知道，所以一开始那个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就是听到的时候每一句好像自己都有犯过错，所以就会战战兢兢。那以前也是做过很多错的事啊，因为哪怕只是蚂蚁蚊子啊，也是都会。就是都会去打他这样子，看到当直接反应就是啪，可是现在看到的时候，现在就是会小心一点，然后还是有点紧张。那我也因为这样子，那我在学习当中然后每天都一定要听陈德法师的经，就是太上感应篇。那因为法师也有讲，就是要听21遍以上，所以我现在也努力的在追剧。那上个礼拜刚好有到那个内湖那边，那有碰到一个就是两个人然后他是在就是在更新那个什么连院。更生人对对对，他在那边做义工。那我跟他讲说，我有在听那个传统文化的课，然后也分享给他。那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分享给他。那我就是最近如果有空的话，我也是会把一些资料给他这样子。说的不太好了，谢谢，这是我以上分享。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亲戚。然后他是说看到我以前比较急躁，然后看到说我为什么最近就是一次谈话当中，他觉得好像有改变了。那我是跟他讲说，紧张的时候也是跟刚刚那个洪老师一样，就是要念佛。那碰到事情的时候也是拿那个老法师的经来听。那我先生是听老法师的经，那我是听那个陈德法师的，所以两个一讲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讲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会拿大家的共同的老法师的来分享，所以家里的人就会和了。所以我也把这一件事情就是用在公司上，那公司上如果同事也有意见不合的话，也会说讲对方的好话，所以呢，这个团体大家都渐渐就很喜欢这个团体这样子。那目前我有发愿，就是说要让大家能够学习传统文化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要类似接 case 一样，要有目标，就是推广更多人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好，谢谢，释迦林老师他也是很积极去传播正法这个也要随喜他的功德他刚刚也说了，紧张的时候要念佛所以这个阿伽陀药什么病都可以治，那他刚刚有提到这段时间在学习《太上感应篇师长有强调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重要，尤其要先教因果因为让孩子不敢作恶，有敬畏心。那经文里面说，慈心于物，培养孩子的慈悲心很重要，
少造很多业呀。哦，那我们自己现身说法，以前不懂啊。你看在汇编里面，哦，汇编的资料真的是非常丰富啊。这都是古人心血结晶的，都特别把这些事例记下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啊，这些通通是我们教学的后盾啊。啊，要看正面的啊，在酒厂工作啊，结果这苍蝇呢不小心都跑进来了。他都把他救起来，啊，后来自己被诬告了，啊，那个官员啊，要定他的罪的时候啊，一堆苍蝇都过来，啊，结果这个官员觉得事有蹊跷啊，后来就还他清白了，这正面的，啊，反面的，啊，一个母亲啊，就是看到这些蚂蚁啊，就放火把它们烧死。很不仁慈啊！后来自己生了个孩子，有一天他离开房间没多久，再回来看床上一团都是黑团了，就一堆蚂蚁啊把他的孩子咬死了。最后他也伤心太过也死掉了，啊，就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啊！啊，我想我小时候假如听这些故事，我铁定不会再去伤害这些生命了。啊，我对自己的善根还是有一点点信心呐。真的是没人讲啊，讲了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经过佛寺，我都想进去拜一拜的。但是就是没有看到《认识佛教》这本书啊，福报不够啦，不然应该还是肯学的哦，那他这个是啊，施老师他提到了，哎，他夫妻都在学习，这个也就是家文化了，学习就有共通语言，这样能够建和同解。哎，他把这个精神也用到团体里面去了，而且啊，首先是自己带动，有什么矛盾冲突啊，不去批评，这都讲对方的好，叫口和无争，佛法很好用的，啊，而且老和尚还帮我们选出来了。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所有的行门纲领都抓到了，你心里很有底呀。啊，任何事情我只要想到这些教诲，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啊，你看菩萨似的随缘妙用，妙在自己不能有情绪，妙在呢要念念为每个人着想，你就不会。被情绪给拉走了，啊！威仪主持有责德，我在家庭团体里面，我身教做得够不够啊？一想，还有很多做得不够，不好意思去说别人了。啊，哎，哪怕自己做得好，也不会严以律人了。严以律己，不能严以律人，要宽以待人了，能够柔和直指色身的。那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很多的情况问题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很有耐性去护念不怕辛苦，要普待众生受苦得。你掌握这些原理原则，自己心有主宰了不会随顺烦恼习气了。啊，尤其老和尚说：“普贤十愿，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对方批评，
帮我们消业障。哎，我们只赞叹他，我们能真的做到这样啊，人家的惭愧心自然就起来了。好，哎，我批评他，他都包容。哎，我有好，人家就赞叹，拍谁啊？不好意思了，哎，好，所以佛法管用啊，传统文化管用，能用出来，家庭团体一定往好的去发展。好，好，那这个。这些句子啊，我们可以以啊这些圣哲人呢为榜样啊，来跟孩子引导。好，那从啊我们自己的身教来讲，那我们自己能。照顾自己的父母，非常体贴入微。那我们讲到这两句的时候啊，自己就能娓娓道来了。啊，像你照顾过老人呢，吃东西要注意暖，吃热的，软。不要太硬，还要缓，暖软缓，古人总结得很好。缓就是你跟老人家吃饭呢，不要吃很快，啊，要没一会我吃完了，哇，那老人家都紧张起来跟老人吃饭呢，余光要看着老人。他还没放筷子，你就别放筷子，慢慢吃，慢慢吃，陪着他吃，他就没有那个压力好，所以我们要学习黄香这体恤父母的需要，体恤父母的心情，体贴入微。好，那师长老人家。非常细心的，你看这个老人家在海外弘法，遇到很多留学生呢，都生怕让他们多花钱，体会他们的不容易。那个好像是。我们极乐寺康老师说的，说有一次他跟师长出去了他就师长说，拿那个100块的美金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用你帮我用一下就是那个说法还要让对方不要难受，哎，然后让这种心地的柔软，我们要学到你纵使是这个帮助对方也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卑看这个，你有那个心都能做的，考虑得很周到那师长对于教学的老师真的是冬则温，夏则静你看我们南彼得风大。老和尚就送每一个老师一件风衣挡风用的。像这个我们周顾院长，他82岁来当院长，那真的是鞠躬尽瘁所以师长，跟这个周顾院长感情很深厚因为
啊，周副院长的父亲，啊，周邦道校长，啊，是老和尚中学的校长，所以对周副院长那照顾是非常的细致啊，甚至于还亲自去帮周副院长挑睡衣呀。都是冬温夏静的心境啊，这个晨则省，昏则定，这个师长啊，我们也是听法师们分享到的，每一次讲经以前，先去看韩馆长。韩馆长比师长大好几岁呀！啊，虽然师长他是出家人，但他对于比他年长，他也是很恭敬的，都是先去看馆长，问候他的情况，然后再跟馆长一起去讲经。这个也是晨则省，昏则定，在面对长辈的时候的态度。啊，老人家从小有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这些处事待人呢，都能从他老人家一举手一投足当中啊体现出来。所以，应该有发资料给大家有同修很用心在老和尚的身教里面呢，跟《弟子规》相应的，他都把它挑出来，编成老和尚的身教《弟子规》113件事，这本书啊，我们要用心看。为什么？因为老和尚是我们的亲教师啊，我们能看懂他怎么把传统话、把佛法用在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看懂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用了。因为我们跟他的缘很深呢，他的身教言教，对我们都是一种加持啊。好，那这个出必故，反必面，这个是为人子啊，体恤父母的心情。自然就会做的行为了，不然你出去了，父母不知道就担心了，回来没有禀报，那父母还是在操心，怎么还没有回来？前面是养父母之身呢，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接下来出必故，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这个都是能体恤父母的心情，这个居有常，起居，有常规，有规范，你看我们当子女的，假如熬夜。生活混乱了，那父母就不知道要多操多少心了。好，那业无变，这个事业、学业不能常常变的，也包含你不能常常搬家，这个父母也会担心的。
常常换工作，啊，这种事我就干过了。啊，我刚出来，工作换了好多啊！啊，我爸爸说，你这2、3年换的工作，人家一辈子也没换那么多啊。哦，那这个我就有故事了。故事在哪呢？故事在呀。没有体恤到父亲的心情，应该过去跟他沟通一下。我还在摸索，啊，摸索到底我这一生要干什么。其实我不是喜欢乱换工作的，因为我做，我当时换工作的时候都是我成绩不错的时候啊，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就换了。但是还是没有体恤到父亲的心情。他一看，哎呦，这个孩子在干啥了？嗯，所以啊，没有老和尚教导啊，不懂啊。哎，还是自我中心比较重啊。哦，那我们看师长老人家，这个出必故。有一次是到斯里兰卡去的，老和尚看到一个护法，看到一个弟子，哎，你们到了这里啊，有没有给胡居士报平安呢？大护法的心情啊。哦，这个师傅到了，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能体恤他的心情，就会给他报平安的。哦，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下了飞机，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给父母发个短信啊。哦，给另一半，给家里人发一个短信啊。啊，出必告啊。啊，让他知道到了，不用操心了。所以师长提醒了弟子们，而且还不是提醒一个哦，下来之后提醒了好几个人。哎，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像抓住机会教育点的，啊，出那么远的门。你说学佛要从哪里学习啊？就从这些最细节的做人做事，他能提得起来，体恤别人的心呢？啊，佛门是慈悲为本呢，那慈悲要在哪里练呢？慈悲不是哦，听经的时候才提起来了，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情景，都能柔软的去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我们当老师啊，很敏锐哦。啊，你看带孩子出去户外教学，哇，有好多机会教育点都出现了。啊，你甚至要出去以前就是一个教育重点，出去回来又是一个教育的机会点。甚至于在整个过程，通通都是啊，甚至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机会教育点所以要多念佛啊，心很定的时候，这些机会点全部都掌握住了反壁面我们很多同修也很可贵啊，很会观察你看老和尚讲经。到了协会了，一进门，看到有客人跟人家致意一下，马上就是第一个动作，就跟挂在房间里的老师、母亲、护法行礼，哎，我回到讲堂了，行个礼，反壁面。
啊，包含老和尚出国弘法，出去以前跟李炳南老师报告，啊，回来的时候再报告。你这整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情了？老师也关心了，啊，一跟李老师讲了，他很多他人生的智慧阅历，可能就在啊师长给他老人家分享过程，他老人家就会掌握这些机会点来护念了。来教导了，啊，那善知识他是心地是清净的，大扣大明，小扣小明，你不扣不明啊，啊，你一给他汇报了，他很多人生的阅历就像泉水一样就涌出来了，这个都是反壁面的。好，那居有常，业也无变，啊，这个老和尚生活作息，啊，都是9点多睡觉，这早睡早起呀，啊，这是陈德也有观察到的，啊，所以师长都是表演不熬夜啊，我们当弟子的要学得像啊。而且啊，你假如是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啊，你一熬夜了，人家就不好意思太早睡搞得大家最后都累趴掉了。嗯，所以我们所说所做啊，都要依师长为标准啊，依止他老人家，哎，不能带不好的风气出来啊。啊，那业无变呢？你看老和尚学释迦牟尼佛，讲经不中断，业无变呢，啊，自己教学的这个事业，62年如一日啊！啊，尤其师长答应了张家大师学释迦牟尼佛，答应老师的，至死不变的。遇到再大的挑战，都不改变。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